天秤座下周运势，1月1日到1月7日。事业，周一的金星四分土星意味着天秤座工作可能面临一些纰漏或延误，但周二水星顺行则有利工作交流，可通过和别人商量找出解决办法。周四火星入摩羯会让你的工作可进入有序轨道，整体来说进程有保障，只要重视细节就行。财运，周四火星入摩羯能帮助天秤座做好理财规划，周日木星带来吉祥，整体来说财运稳定。感情，周一天秤座容易和伴侣起争执，但周二后沟通畅通，整体关系和睦发展。这周的天象可能会给单身的天秤座带来更多的社交机会，你有可能遇到一个令你感兴趣的人。健康，下周你的工作压力需适当减轻，周二可以适度锻炼，周四后注意休息，周末出门散心也很好。总体来说，天秤座只要利用好周二周四顺畅期间的天象条件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正面心态，这周在四个方面都会比较顺利，没有大问题，相信只要注意细节，一定可以度过得很顺心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